受心灵会爱的知识，我已越过你心中千年，最想咬定这片唯美，我今日已痴痴靠你，要是你依靠耶和华，无论我知识的事，我已经涉及你，为要是你清楚认识确实的真理，你能够将真言回复拉达凡尼内的人，不可长绝盼通人，困苦人也不会压，人身边为他变幻，绝取那人的命，好生气的人要远离，暴露的人要隔绝，免得你沾染我渣，自己陷在网罗里，执意停止为人的言语，留心灵会爱的知识，我已越过你心中千年，最想咬定这片唯美，我今日已痴痴靠你，要是你已